客家委员会的邀请，然后让我可以站在这边。其实我真的是客家人，但是因为我小的时候，我奶奶呢，他们就是会用客家话讲秘密，不给我听，所以就是我就是听他们说，但是我听不懂。但是，我希望就是在下一张专辑，我希望我可以用客家话，然后放在我的创作里面。嗯，好，谢谢哦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是太紧张还是怎样？为什么都不会动呢？连拍手都不想要拍手，是不是累了啊？不知道是不是肚子累了，还没有吃饭。哎，其实我刚唱的客家话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听不懂。动胸动胸，你听得懂吗？哎，你们反应跟我奶奶一样哎，我打电话视讯给她，我说哎奶奶，我讲客家话，我唱给你听哦。然后我唱完，她就这样。他跟我讲听不懂，他听不太懂，好吧，算了，所以我这个客家话可能还要再练习一下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我下一张专辑里面可能会有就是客家话的歌。好，我努力。Yeah! 好，然后就是我还要再唱一首歌，但这首歌就是就是我没有要把它讲成客家话的，因为实在是太难翻译了，所以我就是。然后，但这首歌是我有一首非常红的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这首歌叫《娘娘》，应该是饿了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连笑都不敢笑开出来？为什么？再一句吗？再一句可不可以？
蛮大声的。